小翅膀，你们好，我是露丝。哦，有阳光，换到一个没有光的地方啊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在收拾东西嘛，又要准备搬家啦，又要搬家啦，搬家啦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个我特别特别爱吃的零食 ，Popcorners 空气脆脆玉米片。我是3月份发现的，一直吃到了现在，给你们看看吧。可以就是在我们控制体重的这个时期也有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小放纵的一个小零食。因为是空气烘焙嘛，所以它吃起来呢就会更加的蓬松酥脆。它是零反式脂肪的，脂肪含量减少30%，就是完全放心吃嘛。还有就是很多宝贝们不是对油炸的东西会有一点介意吗？它这个是非油炸的哦，就完全不腻，不会吃完之后就觉得很油啊什么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玉米、葵花籽油、食用盐，这个是海盐味的嘛。这一款的味道呢，它就是咸一点，我更喜欢这个啊，我更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偏甜一点，这个轻轻的咬就会在嘴里噼里啪啦的迸发开，然后就很香。这个你们肯定是可以列入的，一定要相信我，去试一下，试了之后你就夸奖我嘛。而且很大一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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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大一袋。我就是，好几个人一起吃才吃得完的哦。拜拜，推荐给你们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